有时候想要玩游戏又不想坐在桌机前，我就会拿出忍镜特工 Predator Helios Neo 16来玩一下。不要看它只是一台电竞笔电，它可是我掠夺者的设计基因，内含最强大的规格搭载 GeForce RTX 4070笔记型电脑 GPU， 采用超高效的 NVIDIA Ada Lovelace 架构构建，配备专门的 AI Tensor Core， 可实现一般笔记型电脑无法实现的全新 AI 体验。这效能和 AI 驱动的绘图能力及 NVIDIA DLSS 3.5 可是能重新定义电竞笔电未来的代表。搭载第14代 Intel Core HX 处理器，极速游戏体验来自于 GeForce RTX 4070笔电显卡，升级有感，沉气逼真的视觉效果与无与伦比的游戏性能。因为 NVIDIA DLSS 3技术由第四代 Tensor 核心和光流加速器支持，使用 AI 来创建额外的高品质画格，并提高影像品质，提升 FPS 与画面有感，获得更丝滑流畅、模拟现实世界光线的游戏体验。我平常最常打的 Apex 游戏，开启 NVIDIA Reflex 搭配 GeForce RTX 40系列 GPU， 提供最低延迟度和最佳的反应速度，技术跟设备同时开工，带来更简短的反应时间和最佳的瞄准精准度。同时来自 Helios Neo 16的16，对，就是那个16寸萤幕的沉浸视觉体验。 WQXGA 大萤幕，16:10长宽比例，240Hz 的高刷新率，拥有 DCI P3 100% 的色域，提供逼真色彩，加上 NVIDIA G-Sync 和 Advanced Ultimate 技术强化，让您享受顺畅无破图的游戏过程。而其他一如既往的冷静 Predator 冷却系统，永远让你在游戏中保持系统稳定。Predator Sense 让你掌控全局，可个性化调整 RGB 键盘，轻松切换四种操作模式。电竞降噪，利用 AI 来减少背景噪音干扰。冷静特工，新一代 Predator Helios Neo 16，重新定义未来。